坐电梯。这也算中餐了。那，哦，可以算中餐了。等会我们去宝可梦中心。对，我们要去宝可梦中心。然后呢，后今天现在在。昨天太累了，今天起得有点晚。对。我们今天就吃中餐，就吃的一个定食，然后是那个 Sukiya。Sukiya 在我们酒店附近，这个还蛮好吃的。我点了一个儿童餐，里面配了两块苹果。对，妹妹一个儿童餐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蜡笔小新的挂件，我抽是随机出的。那个单子呢？价格？等一下。一起的话2700，2750。首先去池袋宝可梦中心，我们在地铁上，本乡三丁目，地铁票，要不要坐一下，妹妹？等一下，它上面有呢。是去的 Sunshine City 的方向，太阳城、太阳宫。好，走吧。鬼金棒是很有名的拉面店，拉面很有名。池袋也是拉面的那个必争之地，这个地方所有的拉面店都有。对，池袋住在池袋也不错，太多了，吃的600块钱喝饮料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到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宝可梦中心。去排队买限定吧，你要先。
啊，就是道馆啊，猫怎么够。那拿出来玩去。不用吧，我们先去那边看猫。你也打不过。买一对，要买这个，多少钱？两个。等一下，先走了，我先看一下去哪里。这是吸在衣服上吗？是吧？这可以吸在衣服上吗？不行。不行。这是一对，这是捷克罗姆和莱斯拉姆，自己拿的。等一下，没了。不会的，没了的。这不是限定。拍照，好，口罩拿下来。道馆三傻配道馆小强，站好。是在那个包子公司，站好，在包子公司的对面，会有一个包子道馆，然后后面那个牌子上面会显示，它就是这个道馆是谁哪一队占领的，然后占领的时候用的宝可梦是哪一些，都会在上面显示出来。那个上面就是日期和时间久远，这就是红队占领的时候用的宝可梦。这就是镇子有一个道馆，然后其实很多地方这些都有道馆。然后这个道馆就可以守家，就可以就是会加入一个阵容，比如黑红的、蓝的、红的三种阵容。可以在这里喝水。皮卡丘，皮卡丘的是这样的。这是不同游戏，这是不同那个世代的御三家。从初代到宝日月，从初代到第七，对，从初代到第七是哪一张？正面拍拍，负面拍拍，还有黑暗墙。太可爱了，看的人都治愈了。小型的那个蜡笔的抽掉吃蜡笔，把我们公司下去这边是娱乐队第九家在珠子的那个方面，往外跑啊。
多的。宝可梦不同的娃娃有点奇怪，好小。是有限定的吗？有限定的皮卡丘，我感觉应该是好像被抢光了一样。皮卡丘被抢光了。皮卡丘。对啊，现在皮卡丘。多少钱？这个？这上面还有两个。价格好像得看那个少女吧，上面有吗？没有啊，这好宅啊，这么精彩，都一样吗？哦，这是有不同的颜色吧？这是什么色？这多隆纳的搓怎么会有不同的颜色？标签的不同的颜色的话，没有。你先放了，我不要卖这个。看起来很酷，太像了。你拿了吗？怎么了？而且这个，等会再找没有了呀。这种的椅子，这机型怎么好扁啊？怎么好扁啊？然后这个水军，这是吧？这叫水这是古代水军，恐龙的样子。还有岩机，这个岩机是我如果走齐齐了那个 DLC 之后才能捕捉这个。最近功能是什么？杰劳拉什么颜色？黄色，就是那个猫，大猫，黄色就是站起来的猫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狼给我整下了。这个狼给我整下了。是你们需要的吗？这好像只看了一个。可能是别人放的，别人就是超梦啊！你找到超梦了？衣服，哇，全美！你还要一个吗？是啥呀？奥特曼，那超美的那像奥特曼。康刃见鬼！那是闪光的。康刃见鬼！肥妹了吗？肥妹好大一个。这个裙子长得有点像《光说大陆唐三》的那个。なんでパパミニ？知らない。何これ？好小的不会飞。这是什么？不会飞啊！奥克拉多。要买杰拉奥拉？没有吧？红蓝飞机想买一个。红蓝飞机。我想买一对红蓝飞机，这个手感好行吗？爸爸，你看这哥哥，你看这个小长毛。别凑我嘴上。别凑我嘴上去。妹妹，这有大长毛。妹妹。那个不叫长毛，那是梦幻。梦幻那个是。我点的比格九都不管了。超梦只有一个了，那里有个皮卡丘，那个是什么皮卡丘？成龙，拉普拉
要大娃娃也就5000是多少？250，比迪士尼要的还是便宜。你们能不能人看？没事，我们看我们的。这上面还有两个小的。下下来单独卖。这两个小的多隆巴的头，因为那设定里面是它这个多隆巴鲁托，它是会有两个小波龙在四个小多龙在这里，然后它可以发射龙剑，可以把这个多龙发射出去当武器用。我爸爸之前跟我一起玩兔子的时候，我爸在路边遇到了一个粉色的异色闪光恐龙。哇，小恐龙可以粘在衣服上的毛恐龙。哦，卡丘。这个好呀。对战，跟火箭队的 NPC 对战。到点了之后可以会有很多 NPC 对战，是要用，就是应该是要扫一个他们的那个里面的二维码，然后。这是一个那个活动，应该是会有什么奖品之类的吧。他们想要的，我就买，先买了这个羊驼。我给你看一下。好多鱼的宝可梦版。哎，羊驼可以坐着，这坐着。别人的东西站过来的。那别人的东西，哎，我们的。对。哦。这里面都是他买的。对，然后这是我买的小铃铛。可以进画板上了。好。给他挑一个最喜欢的。这个是 NPC 在跟玩家打道馆。哎呀，应该是玩家奥特的团，我新的那个加奥特的地方。等等啊，我们等等啊。可以看到新的那个加奥特的和国内的机器不一样，而且它的卡是那种椭圆形的。你这次从武汉回来也没把卡带回来对吧？加奥牌。不了，不一样的东西。但是你在武汉的，在上海的都可以啊。你没带回来用。天妇罗酱汁吗？这里有酱油可以蘸一点，倒到那个这里或者倒到碗里面。好，我也要。谢谢妈妈。怎么样？半熟玉子。里面是鸡蛋，大家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鸡蛋煎的，里面蛋黄还没熟。
是半熟的，它现在是。这个蛋也是半熟的，这个也是。我来做一个蛋，来，我来啊。有蚕土，这里面就是姜。开始，我搓了啊，三二一，搓。面里面一起吃掉了。哎呦，这个是野菜饼。这个蛋蛋，你不想给妈妈？来，好，妈妈，哥哥可以试一下。妈，你能碗接着。鸡蛋，我也要一个虾。一个鸡蛋，虾。小我只是一张滑行不行，姐姐？我可以全部吃掉。绝对不必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怎么样？这比麦当劳又好吃吧？这在上海没有。上海其实有很多日料店，但是比较地道的不一定。2050。2950。这一餐的话，我们吃了2950，其实价格感觉还蛮便宜的。然后是吃的面，杂物我感觉比较特色。尝一口的，一点都不辣。香辣香。我再来一个茄子，茄子哥哥最推荐。茄子妹妹也很推荐。必须要是热的。我推荐的是野菜饼。这些拿了热就快速吃掉，要不然就不好吃了。野菜饼是这里的爆款，它是杂物排行在第一位。对，大家都会。其实他说是野菜饼，他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时令的蔬菜，感觉有藕、萝卜，然后还有茄子，还有洋葱，很甜。我一口没有，还没吃完，妈妈。这个都给你。啊？你还要吗？然后这个面其实也是不错，还有青椒，慢一点吃就好吃了，在烤身上了。好，我们乘坐地铁，然后来到了西班牙涩谷。宝可梦中心。当然也会去到，我觉得晚上我还可以再去打卡。磁带和这边，哎，要不然别人拍照也可以从前面走。
好烫。啊？我们刚才玩具啊，看什么呀？这里有玩具。刚才那个就是。没有什么太多人，有三排队的。哦，下面一个。帅呀！阿瑞克进来这个地方也太奇怪了，还上个坡。这里可以吃冰，而且不贵，可以坐，还可以吃面。好，到帕瑞克了，那边可以上电梯。来了，西班牙帕瑞克的六楼，然后这边有任天堂的中心，还有宝可梦中心。对，多少钱？那边四件事还可以定制一套衣服。宝可梦中心可以定制衣服，要一个小时。这个是任天堂中心，现在最火的就是它了。啊，宝可梦中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。超梦，讲一下的。啊？讲一下，没刚才没录到。是培养你的超梦氛围。好，拍张照。又买了这么多。好。Thank you.
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王木杨木岩，这里可以定制衣服，4400块钱定制一件衣服，要一个小时，可以，不贵，快走，定制不贵。早上应该先来这里呗。涩谷的大一点。好，进来了。哎呀！啊，衣服没了，衣服没了。哎呀，衣服在这儿呢，赶紧大衣服。去找我哥，我哥呢？杨博言呢？草猫猫，草属性的，找去找我哥去。我要去找我哥了，我哥到处乱跑，我真服了。妈妈，我要找哥哥，哥哥呢？哥哥不见了，我家哥哥是主播，快点。杨博言不见了，我要去找我哥，我不懂毛什么，我不怎么懂，所以我现在给快速转寻找我哥。刷刷的眼睛，赶紧刷个！我要找哥哥，现在就去。啊！喷火龙，大喷火龙！呜，好冷！它里面还有翅膀哎，这个可以定型的，哦，还有可以那个，它有骨架。对。好了，这是。好舒服的毛，很舒服。这个不是中国的服装，是外面给你们。为什么？躺下，这是什么？内裤。内裤。内裤怎么搞的？这么奇怪呢？我先脱给你们。好。外面拿好了，这个我在外面去拿。这样。这样。啊，这是啥？哦，九尾狐。冰的九尾狐。好可爱，这是六尾，六尾狐要不要？六尾狐，赶紧给我九尾狐。别怼着，拍上面的画面哪里看得见呢？我什么都给他吃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是我不知道，钉子吧应该是。钉子。这是钱包。这是，然后这是让我看一下，这是发箍，可以弄洗一面。这好像是眼罩，超梦的眼罩和一个，我也不知道这边是什么，你跟他认识卡号。在哪里？在西班牙哈瑞头的顶楼，我们上顶楼的天台去看一下夜景。涩谷有一家很大的无印良品，这家无印良品的2楼有甜品可以吃，然后
走累了可以在这边来吃小吃，吃甜品，喝咖啡。它其实就在 Parico 的旁边，很近。然后那边有个苹果店，还卖 Vision Pro 呢。不进去介绍一下。我们身后就是，这个就是，我们身后就是，这一共无印良品，比较大的无印良品，每一层都非常大。这边是上，要试试无印良品的定时吗？我想说，那来两个甜品吧，一把伞。便宜一百块，三个东西加起来，没有 side， 食物不是三个，就是对食物或者是甜品加 drink， 啊，便宜一百块，便宜一百块，啊，闭店了，闭店了，下次有机会去。你好，可以进，九点闭店。八点，但它上面有个八点已经结束点餐，哦，跟那个一样，就是留一个小时是。刚回来那个烤肉。对。看。这个真的好可爱，它带着。开这个车好开心啊！看我的牌子。这二楼，你看这。电梯上去。我以为不是好不好？看我。这边。拿铁加这点东西多少钱？1200多，1200多，妈妈是不是？心小一点。是不是1200多？体积好大。孩子们走累了，吃点甜品。然后这边。然后我们喝杯咖啡。他的那个蛋糕都没有货了 ，cake is sold out。所以。然后1670，80块钱，一起，可以吗？这个店可以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店是在涩谷的店。然后这里会有很多人来拍照打卡。
卫生纸。
发功的雕像，看见没有？发功的对面，这边就是。是八公的雕像，其实都在很近的地方，非常的近。然后就是很多人在这里等着打卡。好痛啊！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就是他们在排队拍照吧？对，他们在排队拍照，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在哪里。对啊，好。终于集齐了。好的，集齐了四个，好，棒，哎，对，可以，哎，问跟叔叔的正好，哎，你快点呢，是不是可以换一下？你跟他说的，你说是不是可以换？你好，是这个是可以换贴纸，换贴纸是吧？好，谢谢，说谢谢。刚好，叔叔还是中国人。好啦，换到贴纸啦，谢谢。这个你也可以拿走。好，谢谢。集齐了，集齐了，拿到贴纸啦！记得点赞关注哦。